弟，你我他。我来笑啥？笑阮内斗博士吼，讲要介绍这道叫啥物菜？伊讲，第四大会的丸仔汤，我讲拜托，这啥物丸？你敢知影？这是阿龙西做的丸，中通丸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阿龙西伊面的这中通捌食过，中通。几点爱吃啊？那一天去高参寿邀请是嘛是做这个总统丸，对啊，是示范做这个总统丸，然后做这个羹汤一模一样。真的哈、哦，外宾吃了比双手。那给点几块钱的呢？这是出自我们阿龙赛巧手他做出来。最近你有看过咱的信件吼？美食天地内底有咖喱这大片的总统丸，对不对？只是他把它。缩小吧。对，我其实我感觉安尼较煮啊好食。啊，食这爱做生意啊。会爆价。等一下，你也咧品尝的时候爱做生意。放心。爱大锅煲。因为我有经验，所以大坑的我捌食过，小坑的我蛮晓食。食我都内行嘛。煮吼，因为南宫煎他今天煮的吼，甲咱平常时无同款。好来，今麦呢，你是要安怎来做这总统丸？丸啊，青菜。哦，丸啊汤一定爱淋青菜，淋葱啊唔调味哦，一定爱淋青菜。啊，干贝。干贝、蛋白、太白粉、太白粉，这简单。天哪！啊，这有迄个特殊的口味。是吗？嗯。到底要安怎甲创出这个特别的口味？好，来，咱即马吼，叫清汤甲这个干贝丝滚起来。啊。好，啊，这滚好开啊，这滚像安尼开啊。天哪！哦，啊，等下做甲无同，你看这那一种海鲜。海味，海味。嗯。这种那个鲜，这个叫鲜。哦，那个香鲜气，好，安尼吼，那么简单，咱完了。完了，黑了可以啊，这个我会。先这个这么简单的工作给我就好了。好，安尼慢慢学。啊，那个摊开吗？嗯，好铺开，马上做出发调味啊。来，调味，这叫茶叶粉。然后盐适量。好。然后胡椒粉。这胡椒粉哦。你即马。都爱淋嘛，你袂使等甲淡的片来淋。安尼哦。因为你淡的，咱它有浓稠度了，淋袂起哩啊。安尼哦。嘿。人客恁听有吼，爱淋胡椒，你会当，因为你看你要淋，就是种胡椒在里，应该是黑胡白胡椒啦吼。嗯。淡的这起来无同，啊无，伊用的丸仔汤加滚清汤。对啊。它不会显示伊的贵重。不会贵重。对，这个就是可以显示贵重。这做起来，这做起来讲一分，一安啊，品尝哇，高级版。对啊。我哪该煮做一鼎？妈些啥哩啊！我咧大外口，我过年也是咱平常时你这样人来客气哦。你叫我安尼用一碗，我袂晓。我煮。啊，无你安那，你煮好啊，卡老人客一碗，啊人客就他会再续碗，伊也珍贵性啊。你规开也干嘛讲？啊，这个跟一般的丸仔汤学起来。哥吼，我讲这好食的物件，我拢讲，哦，你食看卖就好像吼，食了你若果一直要食，阿伯，像这限量的呢，像这个限量。所以讲来找你靠这个物件好品尝到。限量的物件，这乎大家食了会想要搁食哦。啊，你卡电话，我跟你讲。哦，你讲重点，定来催我，定来催我，甲我食了，我无要来呢。只要我人啊，搁伫咧手会拍，就我拢做好。你唔好定要来催我，迄人啊。人迄阿龙山要我食的呢，这我有钱嘛，无一定买有呢，对不对？我这蛋白内底吼，咱加你要加香油嘛，使加葱油嘛，使。先加葱，先淋油的哦。因为咱吼蛋内头也呈现一个白云，啊，你若准讲无淋油吼，它就成了蛋块。真的假的？就是一块一块的，啊，不然就是散掉了。天哪，机关的家，它的特别性是在这边。你安尼是几两两杯？四颗。四颗蛋白。对。嗯。可以。浮起来了。气垫了。好标新哦，那也真干嘛？啊，有需要搁加点么盐吗？唔免上盐，安尼拄啊好。安尼哦 ，OK。因为吼，本身的迄、那个。本身那种干贝就咸啦。啊，但呢，完了吼，伫这汤内底你要食的时阵哦，伊个流出来。对呀、啊，就有所以这味道它
伊本身即、這个有无咱个汤头个已经有控过迄个干贝，所以它干贝本身就有咸味了。安尼，你看我拄只无南鸡南山面，伊无南山面呢，那就很中和。就是干贝了，我跟你讲，它所有的汤头就是用干贝去干去控过。那个晃动可以。爱用太白粉吼。对。哦，太白粉较清，吼、对不对？用太白粉摊较清，爱用番薯粉较软。好，它就很柔和。对，柔和。用太白粉较清。迄粉吼，毛粉好歹。有啊。你也是好粉吼，你砍较紧，较紧砍好。你蛋白买落去就是粉，先砍较好。这个烹调技法就在这边。你加了粉砍无好，你蛋白落去嘛是。嘛是失败。失败。你讲我哪变安尼？真的啊！啊，干要搁等伊滚。哦，伊慢慢来滚啦。等下要食这足烧足烧哦，因为鸡也烧。慢慢做蛋白类，你会使继续滚，嘿，慢慢倒。你要闭气落去滚，你袂使吸气，因为一寡螃蟹拢叫你输了。天哪、好美哦！咱个加点仔水，互伊中和去。客人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做什么啊？你看，现在雪花飘飘，雪花飘飘哦。你现在用开看。Oh、所以讲，你若砍了好蛋白类就会安尼；你若砍不好，蛋白类是袂安尼哦。不是我拉的功夫好啊，我拉的是粉的功夫好。你嘛是安尼拜托的。你啊真正正迄两个，迄就是你功夫好，迄因为拢有你参悟的。啊，你要拼在迄类，哇，这是一绝，真正一绝。Okay, 是不是跟一般的丸仔无，迄个丸仔汤无同？真正无同。唔爱去讲话真的啦！我嘴口咧喘，我嘴口咧喘，我要来吃。人客我来讲，你想要吃这丸仔，我来讲，你平常时无好你买的。但是你也想要，但是这丸仔你会当家己变换，你要吃什么丸仔会使。对啊。就是重点变换，即迄个汤汤头重点，干贝落去控汤，过来就是摊鸡的部分。对啊。过来就是两杯爱南瓜，若无拍，若无葱啊油，你拍啥？用迄个香油。啊，免拍到发泡哦，安尼背背的背背笨笨的哦。伊重点是这个鸡爱先砍好。你先砍好才会使内容吼，迄重点嘛吼。咱无砍布啊。无砍布，直接。啊，你啊，你啊，砍鸡无砍好吼，直接倒落去。你无倒就是变一角一角吼，就火灰啊啦吼。火灰啊。哎，我来讲美食天地有好看无？你拢加重点呢，下一集不要错过美食天地，等你哦，下次见。拜拜！较紧的提我来，阿娘话看那才好食啦。真的好吃啊